正确的信仰带咱向正确的道路走，不要迷啦！一迷吼，咱会亲像去互山啊困掉咧，或者是呢走入伫迄个真正呢迷茫的树林入去，人讲迷山啊就走未出来啊，那就很痛苦吼。有当时阵恁阿那个性格搁再搁迷落去吼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哦，很危险呢，吼。所以希望恁对这个信用呢，爱有正确选择，只爱呢爱找一个安怎教你，把心净化，好，心灵没有烦恼，不要执着，没有迷信，而且呢，如何对待人，如何去付出是正确的，去选择这个宗教就对了啦。